你还在使用矿物性切削油吗？矿物油及其石化原料是一种常用物质，做传统切削页油的基础油及润滑剂。若长期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都带来了一些危害，因此近年来人们对矿物油的危害认识逐渐提高，开始寻找更加环保和健康的替代品。以矿物油为基础油制作的切削液和切削油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这些产品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长期接触矿物油及其延伸性的石化原料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污染和危害。为了减少矿物油及延伸性石化原料对人体的危害，人们开始寻找更加环保和健康的替代品。植物性切削液是一种替代传统切削液的绿色产品，它使用天然植物油代替矿物油，更加环保和健康。每颗 MCM 植物性切削液具有多种优点，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减少对人体的伤害，具有较好的润滑性，可以提高刀具的切削效率和工件表面的光洁度，具有较好的冷却效果，可以延长刀具寿命及提高加工件表面精度及尺寸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传统切削液具有油品寿命短、油污及油雾和刺激性气味等缺点，长期接触传统切削液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如皮肤过敏、呼吸系统问题等。此外，传统切削液使用在生产线上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污染和危害。因此，每颗 MCM 植物性切削液是一种替代传统切削液的绿色产品，具有更好的环保和健康性能。它不仅可以减少矿物油对人体的危害，还可以提高刀具的切削效率和工件表面的光洁度，具有更安全舒适的加工环境。Your success, we make it happen. 选择每颗，成就每刻。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CM Super.